先生的武侠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不可谓不经典，他曾多次被搬上荧屏。继1978年香港 TVB 郑少秋、赵雅芝主演的版本后，2019年2月27日即将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的新版《倚天》已经是第八次翻拍，这次的版本由蒋家骏执导。此前他执导的古装武侠剧《射雕英雄传》获得第13届中美电视节十大金天使奖连续剧。那么对于一部被翻拍多次的电视剧，蒋家骏先生的这一版本能否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体验？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启用90后演员担纲主演，男主张无忌由97年的曾舜晞饰演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曾舜晞是一个全新的面孔，蔡丽大片时我一度以为这个英俊小生是吴磊呢。曾舜晞以歌手出道，参演过的电视剧有《择天记》《快把我哥带走》《青春正好时》等等，观众对于他的演技褒贬不一。此次出演《倚天》是曾舜晞首次担任男主角，导演蒋家骏直言曾舜晞的表演最符合他心目中的张无忌形象，除了男主是新人外，另外两个女主角赵敏和周芷若也将由新人陈玉琪、祝绪丹分别饰演。提起演员陈玉琪，相信看过仙侠玄幻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的观众，对剧中那个勇敢善良、颇具大将风范的魔剑公主刘英很熟悉。从预告片中看，陈玉琪版的赵敏看起来英气十足，比较符合原著中的形象。对于祝绪丹，观众印象最深的大概是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的恶毒雪女了。从预告片看来，周芷若贤妻装扮上颇有小龙女之风，看起来仙气十足，后期黑化的扮相有种玄女的既视感。不过能否超越高圆圆版的周芷若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只是看到两位女主的长相，还真的有点傻傻分不清楚。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中出现了很多老面孔，比如观众比较熟悉的李登学，他曾在《甄嬛传》中饰演深情款款的果郡王，被观众夸赞演技好人又帅。此次特别出演牡丹七侠之一的张翠山，为力保金銮之交谢逊，戴少林、昆仑等派逼迫自刎于武当山。樊少皇对于很多武侠影迷来说并不陌生，他塑造的虚竹呆呆傻傻又十分痴情，让人印象深刻。如今将在新版《倚天》中挑战同样被情所困的陈坤，看到预告片有种老年版虚竹的感觉。要知道张国立老师演绎的陈坤是一个十足的恶人，心狠手辣，同时也是一个痴情的可怜人，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。希望看到樊少皇塑造的陈坤能够让人眼前一亮。小说中那个性情高烈无比、正邪不两立的峨眉派掌门人灭绝师太，新版《倚天》中这个角色将由曾在马景涛版《倚天屠龙记》中饰演周芷若的周海媚出演，曾经能用不可方物的周芷若变成了如今轻如磐石的灭绝师太，还是很值得期待的。新版《倚天》中还有很多观众熟悉的面孔，比如郑海英子来出演容貌绝美的黄山女子，陈星宇饰演立正一邪的巫素素，杨明娜饰演江湖美人紫山龙王，黑子饰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金毛狮王谢逊等等。想来这些老戏骨的精湛演技不会让观众失望。从新版《倚天》发布的预告来看，剧中的打斗戏将更加真实，用气电马制作的玄幻特效，新倚天的武术指导将由来自香港的李国元担任，可谓感味十足。我们都知道翻拍剧最难得地方既要有新鲜感又不能脱离原著，期待这部由新《射雕英雄传》原班人马带来的电视剧新版《倚天》能够来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。